忙忙碌碌追求，疲惫的心你是否需要我的温柔？感情它早已变得沉重，冷漠的心你是否需要一点感动？怎么累了？哎呀，今天动了好几个手术，骨头都快散了。哎，你也是够辛苦的啦。金大夫出国，王大夫又休假，你的担子加重了，手术又不能够不做。对呀，不管了，回去睡觉了，拜拜。早点休息啊。哎，吴大夫，你不能走啊。干嘛不能走？欠你钱啊？不是啦，来了一个重伤的病患，被汽车撞得很严重。哎，天哪，没有别的医生了？没有，只有你可以救急。好吧。我是消防队的，我们手术吧。不对，你行吗？没问题，看我的身体。哎，看你的身体啊，我更不放心了。你放心，我的身体当然不能跟你比。大夫，病人的情况怎么样？我看蛮严重的。他有没有生命危险？很难说。而且我们也没什么把握，最主要看他有没有求生意志，还有他的体质了。吴大夫，他能开口说话吗？现在不能开口说话。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讲话的？他会说话的话，现在表示已经脱离危险境了。我能进去陪他吗？啊，不行不行，现在特别要注意防止细菌感染。来，我们那儿坐聊聊吧。请坐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哦，我不认识他。这件案子呢，由我负责侦查。吴大夫，请你协助我。没有问题，你看我能帮你做什么，尽管说啊。这个女孩子是在乌来一条偏僻的路上被撞成重伤，肇事的车辆不顾而去。哎，我们一定要把肇事的车主啊绳之于法。我知道。出事现场真的一个目击者都没有吗？没有。所以呢，我们唯有寄望伤者能够开口说话。这是唯一的一条线索。嗯，现在他在昏迷中，我讲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非常重要。对，很可能在昏迷当中说的话就是在出事现场最重要的几句话。所以我刚刚说要进去陪他，目的就是要记录他所说的每一句话。可是现在防止细菌感染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看这样，我们准备一个录音机，24小时录音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这倒是个好方法。进来，五哥。哎，这会儿回来了。哎，来保险车的。啊，你钥匙放桌上就成了。啊，你俩上哪去玩去了？我们去三十乡。哈，真的。你在干嘛？哦，录音机好久没用了，我给它清理干净点。哦。你用录音机干嘛？听音乐？不是，因为啊，刚才一个女孩被车撞得重伤，送到医院里面来，警察希望把她的话都录起来。录？录下来干嘛？警方希望从她话中间找到线索，然后把那个肇事的司机给逮着。要命啊！撞伤人，赶紧送到医院来。那跑掉，你看，害得小女孩现在伤变得这么严重，真是。哦。哎。哎，五哥。嗯。我爸说明天请您吃饭。真的。
三叔没事干嘛请我吃饭？没有啊，他下礼拜啊过60大寿啊。哦，真的？对啊。哎呀，那该好好庆祝一下。所以说他请你好好商量商量。好啊好啊，明天我一定去。哎，我现在有事，我先走了，你待会儿见了，好不好？啊 ，OK OK， 拜拜。这药会不会很苦啊？本来很苦，可是经过旺哥你的手，就变成甜的了。我这手是糖做的。旺哥，你今天不用工作啊？哎呀，休息一天，这每天啊跟死人打交道没意思。每天跟死人打交道？是啊是啊。是，你不是诗人吗？怎么成天跟死人打交道？哦，是这个样子了。我是专研那个古典诗词的嘛。那我每天呢要研读那个李白啊、杜甫啦、苏东坡他们那些诗啊什么的。那他们都是古人嘛，那不就是死人吗？好有道理啊！哎，你今天写诗了没有？赶着来看你，还没写呢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那你就现场来一首。我希望你今天第一首是献给我的。我现在为你写首诗啊。嗯，以你的功力来讲啊，七步成诗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当然，那个海参，你懂不懂梵文啊？梵文是古代印度文字，懂的人太少太少了。好极了，真巧，我懂。今天呢，我就念一首梵文诗让你见识见识。真的啊，你懂梵文？嗯，谈不上是专家，不过是权威。你听好啊，西气厘米。起句啊，气势磅礴。哎，第二句呢？一米厘七七。怎么好像倒过来了？那第三句呢？第三句啊？嗯。米西米西，好像日本话哎！怎么会是日本话呢？日本话是沙西米沙西米，我是米西米西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虽然是只有这么三句的一个小诗呢，不过它涵盖的意思呢，相相当当的一个广泛。哎，这个一首诗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当我想你的时候呢，你也在想我；当你在想我的时候，我也在想你；当你不想我，我不想你的时候呢，那就是在睡觉。我也会想你的。海参，那我，哎，海参，哎哎，医生是吧？哎，你好你好，辛苦啊辛苦啊，辛苦，海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多了，我可以出院了吗？好，哎，不要嘛，你多住几天，我仔细检查检查。多住几天要花你钱，我心里会不安的。啊，这算什么呢？我写两首诗不就赚回来了吗？写诗？对呀，是台湾著名诗人八望，你不认识啊？八望他不是？哎，吴大夫，幸会幸会啊！八望，你什么时候改行的？改行？不是，我是这个样的，我本来是在写现代诗，那么现在我改写古典诗，我改行了。行了，这到底是这个样子。阿生，那个，我问你啊，假如说你的男朋友他是个卖棺材的，你会喜欢他吗？卖棺材的，好恐怖哦！你不要说男朋友了，我要一看到他，我就会起鸡皮疙瘩的。那你是明白我的意思了吧？我明白了。那你现在记得我是谁了吧？你是著名的诗人八望啊！你也听说过诗人八望啊？哎呀，听过，我本身最喜欢他的诗啊！望哥，你好棒啊！怎么了？我这里长了一个小圆球，一按就疼哎。是不是昨天吃的鱼丸梗到了？不要胡说，我问你啊，这小圆球以前有没有？以前没有啊。是前几天洗澡才发现的耶。那有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？没有啊，一点也没有。你又不找个妇科医生帮你检查过？检查过啊，可是三个月之前。
那我建议你最好再做一次红线造影。红色造影？嗯，红线造影呢就是 X 光，一点也不痛，你不要紧张，只是一些例行的检查而已。对对对对，例行检查，没事的。好像是淋巴腺发炎吧？是吗？小 case 嘛，淋巴腺发炎算什么呢？等一下我再念一首淋巴腺与鱼丸的诗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你先不要用这个做事，我出来一下。轮胎，三颗有颜色的图钉。整晚上呢，只录了这句话。哎，我不明白，如果轮胎上有三颗图钉的话，那不是漏气了？图钉很短，汽车的轮胎又很厚，不会刺破的。哎，怎么有人吃饱了饭没事干，把图钉往轮胎上安呢？这倒不是车主有意啊，安图钉。而是有的时候车子啊，随便开在什么路上，正好地上有图钉，车子一碾过就压在轮胎上，连车主自己都不会发觉到。我在想，可能这个受伤的人在车撞上那一刹那，刚好看轮胎压过来，然后看到有颜色的图钉，所以印象特别深刻。哎，那好办嘛，只要找到哪一部车子的轮胎上面有图钉的话，那就是肇事者啦。哎，你说的简单，你想想，台北市有多少汽车？一个汽车有四个轮胎，警察一步步去查，那查什么时候？下辈子也查不完呢。嗯，有这条线索等于没有线索。我本来希望伤者能够说出汽车的型号。嗯，警官啊，你别灰心。我想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录音，说不定能录到一些很关键的话，对破案有帮助。嗯，也许他清醒过来之后啊，会说出全部的经过呢。真是麻烦你们。您太客气了。不是客气啊。我办案多年，经常会碰到一些不理解我们的市民，哎，不肯合作，甚至还故意给我们制造麻烦。像二位这样热心的帮助警方，实在是雪中送炭。哎呀，别这么说，等抓了个肇事者之后呢，才能说这个炭送到。有你们的支持啊，我就有信心。嗯，我也有信心。哟，你干嘛有信心啊？哎，有这么认真负责、一丝不苟的警官，我们做市民的当然有信心喽。真的吗？我请你们两个不要再互相标榜了，好吧？我听得怪肉麻了，真是的。啊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啦，如果要破案的话，当然也得靠我们武大夫这个精湛的这个医术啊，能够救活这个伤者的话，那我们的肇事者就逃不掉了。对，你这句话听起来吗？肉麻。恰如其分。走走走，请你们吃中饭。哎，不用不用了，我三叔还等着我呢，不能给你们吃饭，你们自个儿吃吧。嗯，好，待会儿见。蓝警官，想吃什么菜、啊？随便啊。嗯，走。武大，哎，不好意思，约在这儿跟您见面。没关系的，医院忙吗？是是是。先请问您什么？哎，过一杯咖啡好了，谢谢。好，稍等。三叔，哎，听说下个星期三是您的生日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就为这个事儿我来找你商量。我是想啊，大搞一下。应该的，60岁是大寿，应该好好庆祝一下，恭喜啊，三叔。我这人一向是淡泊名利的，可不过这人过60啊，我这一切就准备逐步的退休，所以我想趁着机会呢，哎，把推特介绍给商界的朋友们。嗯，三叔啊，真是用心良苦啊。哟，虽然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呢，但是推特也很聪明，就以他虽然年纪轻轻，才华来讲，我倒是很放心的了。嗯，所以我想啊，借着寿宴的时候，我把他推到前台，你认为怎么样？可以啊，三叔啊，你对皮特真是关怀备至，而且我觉得皮特很用功，很聪明，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儿。嗯，那这寿宴可就不是普通的寿宴喽。嗯，所以我来找你商量商量。三叔，我只是个医生，别的我都不太懂。哎呦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武断，你的才华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啊，嘿，再说咱们武家在台北就咱们两个人，我不找你找谁呢？三叔，你说这话也太见外了。当时我在您家，我读书的时候又吃您又住您，而且零用钱都是你给我的了，连内裤都是我给你洗的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记不记得有一次你考试没及格，回家大哭了一夜哟。三叔，您吃三明治吗？
么？不要打了。聘婷啊！干什么呀、啊？其实姐，我在偷听了。偷听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难道不清楚医院里面的规矩吗？我知道，可是我偷听是好的。偷听病人说话就是错的。你在听妈妈跟病人说话？妈妈？他又在推销棺材啊？不是，他在骗女孩子。骗女孩子买棺材？骗女孩子跟他？真的？你不相信？那你过去偷听啊？我不是偷听，我是查明真相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上个月呢，我们的那个台北的诗人协会啊，他要推选理事长，结果呢，所有的好朋友全部要拥戴我。我一看到对手啊，不忍心啊。那谁要跟你竞争啊？徐志摩，小摩。徐志摩不是死了吗？对，他是徐志摩的朋友。那么老啊？是吗？所以我就不忍心跟他竞选了，我干脆放弃好了。万哥，你好伟大，好伟大！说什么呢？谁叫我是个诗人嘛？诗人呐、浪漫、潇洒，同时呢，要视金钱、名利如粪土。那爱情呢？爱情呐、爱情是诗人的第二生命，没有了爱情就没有创作的原动力。没有爱情就没有诗了。我好棒哦，我喜欢诗人。我尤其喜欢一个尊敬徐志摩的诗人。不行。小姐，你被骗了。什么？你不能相信他，他是个骗子，他在……其实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。哼，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卑鄙。有话我们到外头谈好不好？为什么要到外头谈？有本事你就当着人小姐的面说清楚啊。孟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是谁呀、怎么那么凶？他是神经病。我是神经病？聘婷，告诉他我是谁。她是我们医院院长的女儿，也就是我们这家医院的老板。其实老板，我想你也无权干涉我跟旺哥的事情吧。对，请你们出去。我本来是不想干涉，但是啊，当我看到一个骗子在无耻行骗的时候呢，我就忍不住。旺哥不是骗子。哎呦，小姐啊，爱情是盲目的。我想请问你，八旺有没有告诉你他是什么职业？他是著名的诗人呢。诗人？你很喜欢诗人？对啊，我从小就很崇拜诗人。八旺很清楚你这一点。当然了，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诗人的。小姐，我想请问你，你喜不喜欢一个卖棺材的男人？旺哥也提过同样的问题。你们别逗了好不好？我好讨厌卖棺材的人呢。有时候啊，就一看到，一提到那棺材，我就浑身不太对劲。那我告诉你，八旺就是这样的男人。旺哥卖棺材。旺哥他真的有神经病。哎，他说你是在卖棺材的。好好玩啊。对呀，八旺，你说好不好玩啊？旺哥，你念念你的诗给他听嘛。对呀，八大诗人，你念一首诗来听听啊。怎么敢念呢？你冒充诗人欺骗少女，我今天要为民除害。打你有做法办，走。八旺，念在平常咱们有一份交情，今儿个我就放你一马，不去报警你立刻给我滚出去。喂，你玩笑太过了吧。旺哥，你说给他们听啊，你说啊。旺哥，你跟他们讲玩笑开够，请他们出去，赶快啊，你快说啊，说啊，你怎么不说啊？我不是诗人。什么？我是真的卖棺材。小姐，你不用难过，坏人呢已经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，现在没事了啊。
气愤嘛，而且呢也有一点点上当之后那种羞愧，对不对？发发火嘛也是很正常的，不需要跟他计较了。哎，西施姐，他就换算我，我一定跟他没完没了。哎呦，有句话叫心宽体胖，老是生气啊是胖不了的。我秘方吗？减肥的十招之一，再见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去停车场看看新的管理员呢。哦，怎么样，工作多久了？一个多星期。一切都还习惯吧？错，工作很轻松。医院的停车场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只要把医生们的车子啊整理好就好了，他们都很辛苦的。是的，我有空都帮他们洗车。哦，对了，这一部啊是武大夫的老爷车，你可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哦。是的，我会特别注意的。嗯。图钉怎么会在他的轮胎上？哎，西施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啊，我来看看这新的管理员。哦，他不错，很认真。哎，走了，再见。海神，你 X 光片出来了。可是我们觉得呢，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，明天呢可能还要切片，我会替你安排的。海山，你怎么了？我跟旺哥的往事，你都知道了吧？我们都知道，而且觉得还挺感人的。所以，你就帮他骗我？你说什么？他是卖棺材的，不是什么诗人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你们院长千金笑到这来，把旺哥大骂一顿，赶走。这个事我一直要保密。其实他这个脾气就是这样，我没关系，我会去跟他解释一下的。他还说他要竞选诗人协会的理事长哎。这竞选棺材店的工位理事长还差不多。哎呀，继续呢。后来又说，哎，他说，哦，他诗写的好好哦，尤其是那个爱情诗，哎，他的脑子根本都没有爱情，只有色情啊！是吧？根本就是天下第一好友打死了。你说是什么什么徐志摩的朋友啊？哦，幸亏我及时冲了进去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揭穿了八王真面目，哎，挽救了一个无辜的少女，免遭色狼之祸。你真是小王神偷的。那还用说？就在我正准备把柳松宝搬的时候，我操！你呀，八大诗人，请念首诗再走嘛。要要要！你们看，果然像个诗人呢。瞪起人来，哦，特别有神啊。哎，徐志摩的朋友啊，我想认识他吗？那你介绍介绍好不好？当然没有问题啊，徐志摩是让他包装，他们是好朋友啦。麻烦你让我过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改名不叫林南，我叫徐志摩。你叫我一声我就让你坐。志摩，借过。呀，不知道是谁呀、啊？原来是我们的好友八旺嘛，请。八旺。哎，其实啊，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无精打采的样子啊？嗯，我就想一句话。呵，这么怀旧啊？什么话？知人知面。
不知心。嗯，这是句好话，不过好像用的人太多了。嗯，用的多就是表示这句话的含义很好啊。嗯，这句话的含义是不错，不过我想真正懂了它含义的人呢也不太多。哎呀，其实很简单嘛，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形容说有些人啊表面上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可是心里面呢却是非常狠毒的。就比如说吧，有人用车撞了人，可是啊也不会去救。可是我告诉你啊，这句话这个说起来好像是骂人的意思，嗯，其实也不一定哦。那难道说是夸奖的意思啊？真的啊，或许有些人啊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自私非常的市侩，但私底下是非常善良正直，这种人我们也可以说他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有这种人吗？当然有了，你请我喝杯茶，我告诉你。嗯，好。谢了。在很久以前，在南部车城住了一个丑小弟，他的邻居呢也住了一个丑小妹。就有天呐，不幸丑小妹的父母亲遇到车祸，母亲当场就去世了，父亲呢就被烧成了重伤。丑小弟发现丑小妹跟他爸爸很难过，非常的痛苦，就跟他爸妈讲接到他们家来住。可是不幸的事情还在后面，没有多久啊，丑小弟的父母也因为生病了双双的去世。从此啊，只剩下孤苦伶仃的他们两个人。这大概是古时候的故事了吧？对，说的也太晚，大概20年前，真人真事。有这么惨呐？惨的事在后面呢。结果这个丑小妹没多久，她的父亲呢也去世了，结果呢，真正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丑小弟一个人身上，他只好辍学，然后出去工作来养活这个丑小妹，就干脆到台北来工作，然后辛苦的工作，每个月寄钱给这丑小妹，让她继续升学读书，一直到现在。嗯，那这个哥哥还蛮好的哈。是啊。嗯，你知不知道他辛苦的台北做的是什么工作吗？做什么？卖棺材。大家身体好，今天不打紧。干什么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啊。你连自己的棺材都准备好了？这不是我的棺材，这是我的茶几，偶尔当当休闲床。哦，八旺啊，五段把你跟海山的事情都跟我说清楚了啦。五段真是个大嘴巴。还好他嘴巴大，要不然的话我的错误越犯越深，对你的误会就没有关系了，反正我也被误会惯了。可是我却习惯误会别人啊。你的个性啊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不可能自己喝好。八旺，你这个人好善良，而且胸襟好伟大啊。你的胸襟啊比我还伟大。你怎么也取笑我的身材了？我现在哪笑得出来啊？哎呦，八旺，你放心啦，这件事情啊是因我而起的，我会跟海山解释清楚的。你要怎么解释啊？我告诉他，你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啊，有必要的话，我还可以帮你弄一张证明书哦。其实，你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啊。你在想海山呢？不是你爱他吗？对不对？什么？你不爱他？青梅竹马，说不爱那是假的。对了，那你就去爱啊。那时候我们还小，都丑。可是有一年我回车城，我看到他突然长大，变得好漂亮。那我就爱上他了，我就打退堂鼓了。哎，他长那么丑，
你怎么配得上人家呢？哎呦，这个跟长相有什么关系嘛？自从我来台北以后，我进了这一行，我就更加绝望了。我怎么能够让阿三嫁给一个卖棺材的？可是我这一行的佣金又那么高，我可以继续让他完成学业啊。所以我进了这一行以后，我就暗暗发誓，以后我要把阿三当成自己妹妹一样的照顾，以后帮他找一个好的对象。怎么样的好对象啊？一个真正的诗人啊。娃娃，你太好了，你简直就像圣人。是，我是个圣人，我是一个社会淘汰下来剩下的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句话还真有道理。其实你在骂我。不是啦，我在骂我自己啦。好了好，走走走，穿衣服走啦。穿衣服上哪去啊？去吃海鲜呢。吃海鲜？对呀，我跟你赔罪呀。我现在哪有胃口？哎呀，你不吃就表示你还没有原谅我，那我就赖在你家一辈子都不走。哎，别把它压坏了，这是我家最值钱的家具。对不起对不起，你去去不去嘛？好吧，那可不可以打包？可以。酒也可以。可以。女人也可以。可以。哎，不不行，你只有海三一个。可是他不可能吧？为什么不可能呢？他，哎呀，他到现在一直最崇拜就是诗人，也一直在迷恋诗人呢。我，你跟诗人也差不多啊。一个卖棺材的跟诗人会差不多十万八千里。哎呦，你们同样都是要靠嘴来吃饭呢。可是诗人他不用吟诗啊，他只是用写的。那你们也要用手来钉棺材板啊。其实啊，你干嘛硬把我们的社会地位抬高呢？我急呀，我一定要把你们两个撮合成功，否则的话我这辈子我都不结婚。其实啊，你真是个圣人，你是个精力过剩的人。希望他能早一点好起来。嗯，千万不要让凶手逍遥法外。对，千万不要让凶手逍遥法外。哎，西施啊，你来正好，我三叔要举办个生日 party， 有一个事情要请你做。哎，这个人不是怎么搞，莫名其妙，我看他搞不好更年期也提前来了。哎，贾小姐。哎，梁警官，有事儿啊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，贾小姐有事吗？没有啊，我没事儿。那我们坐下聊聊。好啊。你知道吗？医生一看病人的脸色，就知道他有没有病。我们当刑警的，一看人的脸色，就知道他有没有心病。啊，我没有啊。我感觉到，你对武大夫的情绪有点反常了。怎么说啊？自从这件车祸发生之后，我来医院，一直是你们两位在协助，所以我也特别注意你们两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告诉我，武大夫可能成为贾院长的女婿。这只是他们的谣言啦。就算是谣言吧，由于这个谣言，我就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感到好奇。这几天接触下来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只要你跟武大夫在一起，你们两个一定会斗嘴。啊，我都没有注意到。我注意到了。其实斗嘴是很平常的事儿嘛。你是老板的女儿，她是戴院长，你们见到下属都很严肃，你们跟下层的不会斗嘴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斗嘴表示你们之间无拘束、无心病，可以坦然相处，是一种友情融洽的象征啊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老跟我提斗嘴呢？因为我又注意到，从昨天开始，你再也不斗嘴了。当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讨论案情的时候，
你看武大夫的眼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你连这个都注意到啊？这是我的职业习惯。哎呦，你这习惯也太那个了吧。虽然我没有证据，但是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你跟武大夫关系的冷淡很可能跟这件车祸案有关。啊，这对不对？武大夫他是个好人呢。我没说他是坏人了。我没关系。如果你认为时机成熟了之后，你再告诉我。告辞了，再见。你是武段？没有，我戴院长，去做你的事去。是戴院长。把口罩拿下来。武大夫，八旺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来看海山的？这话是我多问的，你要看海山为什么要穿这个样子呢？因为医院里面的人都说我是骗子，然后一看到我就骂我，我只能扮成这个样子才能够平安的进来。哎，那些人也太不讲理了，你不要理他。哎，八王，你要看海山进去看，你站门口干什么？我不敢进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欺骗他那么多年。我想没关系的，你的欺骗是可以理解的，我相信海山他会原谅你的。他现在一定很失望，因为我亲手扼杀了他美好的幻想。他现在一定很恨我，他也恨我。不会的，爸爸，我感觉出来他很爱你。他一定恨我的。真的吗？那我们来打个赌。吴大夫，难道你不知道十赌九输吗？没关系，为你再破例一次。假如海山爱你的话呢，你就输了；海山要恨你的话呢，我就输了。输的人呢，请赢的人吃顿饭，怎么样？那我赢定了。那肯定赢了，我进去。真的。海山，你怎么了？再生八王七，是。这是人之常情，我要知道有人骗我的话，我也会很生他的气的。我不会生万哥的气。哦，那还有谁惹你生气呢？我自己。你自己？我恨自己。你要恨也该恨八王，怎么会恨自己呢？我恨自己太任性，我为什么要继续念书？念书没什么不好的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我根本就不知道王哥赚钱的辛苦。我读完国中，早就应该出来做事养活自己，可是我却不顾一切要念不孝，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他的经济能力。其实卖棺材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也是个正当职业嘛。王哥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撒谎呢？我想他大学有点虚荣心吧。有虚荣心的是我，我一直希望能够交给诗人，觉得这样才光彩一点。他就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，才不得不冒充诗人的。我想你们都年轻，其实这些事情我觉得都还蛮正常的。从小我要什么他就满足我。小的时候，老漂亮的铅笔盒，他也满足我。再大一点，我要漂亮的蝴蝶结，他也满足我。可是，我要个诗人，
他实在没有办法。我知道，我想八旺要知道这些事情，他一定会很感动。吴大夫，嗯，你知道吗？我决定要休学。什么？你要休学？我不能让旺哥再为我花任何钱了。那休学以后想干什么呢？我可以卖棺材啊。你也是卖棺材？嗯，旺哥他卖多少年，我就卖多少年。你这样做是何苦嘛？只有这样做，我心里才会好过一点的。我想，你要去卖棺材的话，八旺他一定会很恨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多个人跟他抢生意啊。说真的，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。嗯。我到现在才明白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包当妹妹，一直对我的表白都装模作样，是因为他的职业而自卑。如果我跟他做同样的职业，他就不会自卑，他就会接受我的爱了。我想你这么做是因为你很爱他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，旺哥会不会要我？会，他一定会要你。阿旺，你进来吧。他在门外。阿旺，进来啊！你不要说了我，你就不敢进来了。阿旺，阿旺。来找我，梁警官，我可以保证，武端他是个医生，如果撞了人的话，不会不救的。当时没有看到吧？贾小姐，你很关心武大夫吗？平常大家接触当中，我发现他是个好人呢。我知道他不是肇事者。他不是，可是他的轮胎上明明有。我调查过出事当天的值班表，车祸发生的时候，武大夫正在手术室里手术，根本不可能开车到乌来去啊。哦，那是不是有人偷他的车啊？如果是偷车，就不可能把车开到这里来还他了。我猜测，他可能是把车借给谁了。对了，一定是借车的那个人闯的祸。哎，梁警官啊，武段现在啊，一定是开车去找那个人对质。嗯，很快就能够将肇事者绳之以法，这样武段就没有责任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都急死了，你还在笑？我笑你啊，对武大夫的关心都洋溢到脸上来了。大家身体好，今天不带病。武段，哎，三叔。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的，医院忙嘛。你多开一个刀，就多救一条人命啊！我多等会儿什么关系呢？先生，请问用点什么？哎，马上给我来杯咖啡。好，稍等。三叔啊，我告诉你好消息，你的寿宴呢，全部替你准备好了，而且我请到是上海锦江楼的大师傅来掌厨，他是来台湾探亲的。你怎么找到他的？他来医院看病呢，我就把他给逮来了。本性不改。请帖呢？没问题，我请帖请的是这个加州啊最有名的设计师设计的，很多名人都请他设计这个请帖。哎，像这个甘乃迪遇刺的丧礼呢，就是。啊，虎哥，这不是故意吗？是，没关系啦。没有，我告诉你三叔啊，哎，不止如此，像那个爱帅的他的孙女儿结婚的请帖也是他设计的，哦，设计好得很的，所以你那寿宴的喜帖也是他设计的。嗯，好，你又怎么认识他的？他到医院来看眼睛，我就给他带来了。哎，那天晚上我们摄影拍下来留作纪念。哎呦，三叔，这你放心，这更没问题。我找到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呐摄影界的专业摄影师小汉，他来拍，绝对没问题的。那
你又怎么逮着他的？哎，这个还要说啊，一定是到五哥的医院去看病被啊带来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小汉的人身体好，从来不生病的。他是到医院出外景的时候被我带来了。都没问题了啊，没问题了。好好，你们慢慢聊，我上洗手间。哈哈，待会儿聊。先生，你的咖啡。啊，谢谢。Peter， 嗯，本来我想带来一个很漂亮女孩，就要给你做女朋友的。哦，那人呢？他人不能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出车祸了。哦，没关系，下次再见啊。下次，下次我看他也不一定有机会来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伤势很重。对，本来他伤势是不重的。结果被人家撞到之后，肇事的司机呢逃之夭夭，他的伤势因为延误治疗就变得很重。你觉得这个司机是不是很混蛋呢？哎，对对对，那还用说吗？你不问我是在哪儿出事啊？问这个干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是来讨论爸爸的寿宴的。哎，不要问这些不愉快的事吧。我看你是不敢问吧。不敢问？我有什么不敢问的呢？他在哪边出事的？在乌来。哦，嗯，问完了，我们来谈论爸爸的寿宴吧。你为什么不问问出事的时间？五哥，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？我想知道良心会不会遗传的。最近要结婚的朋友，为了您下一代健康的着想，请到各医院做婚前健康检查。